这台中的名产哦，台中名产，这退休的人家都免煮啊。这叫港式凤爪，比台中的鸡脚冻好吃。这我用一个阿妈带来一包百五，百五加百五偌济？八百。两个人加买，三个人加买。这个港式凤爪退休食食，唔免三百，只要五百啦，先加钱两百块了。有人要吃港式凤爪的无？两百块。两百到人要吃港式凤爪，两百块。你买两百，七百块送你，七百块请你，七百块你，来七百块送你，七百块你。一个人加三包蛋的退冰来当吃，五个客人了啊，两包有人要吃无？港式凤爪，七包够你啦，四包够你啦，四包嘞，退冰吃起来四包啊，四包啦，来啊，全部五个啦，全部五个啦，两包就好了。来两百块够人要吃无？这比台中的鸡脚冻好吃哦，两包够人要吃无？两百块。我了解。两包够人要吃鸡的鸡脚冻的无？两百块。拢有啊，够人要买两包一百块鸡脚看卖无？有人要买一百块鸡脚无？一百块。哎呦，一百个人要试吃一包，哎呦，要创啊？白鱼退冰啊，差不多啊，无试啊，要休困啊。你有人要食菜头粿无？来，客气啊。来，一两个较困难的话，无想要卖伤简单的啊。较困难的个啊，来。飞机卖讲，听好。野生的鱼啊，来恁看，笋来方便，吃野生啊。前摆只大型的鱼啊，只鲨鱼刚钓就开始起来一直钓啊。这里啊，水甲退冰，水甲呛落，迄规只鱼啊嘛，足生杀生命的这，这规只拢肉尔，规只拢肉。这当个食完之后，煎甲炊，包括煮汤拢会当。这规只就是肉，这就是鸡来切的，这种足大型的鱼啊来切的，野生的啊，这前摆啊，深海啊，这肉足甜的啊。伊只用急速冷冻，把所有废水全部吸入内底。这你当个下里扫甲搬啊，比如你甲下两地啊，你甲平地啊，即马即个食物无？你看啊无？你当个甲试验看有效无？你当个甲下两地，你拢莫差别，你甲恁在扫甲下咧。你去我保证，规盘全部拢废，规盘全部拢废水，即急速冷冻，把伊废水全部缩入内底啊。即个肉只甜啊！来，即多一只，你看，哦，即肉咧有像安尼看，那啥新味你看？这肉是有够油的，前摆红斑，这有啥？这肠啊、啥啥啥，这拢袂当好食。来，这看，这有像沙司面哦，这规地拢肉尔，规地拢肉尔啦，安尼啦。你无买无紧，我用哦，你看，这拄啊小可退冰尔，我都用哦，你看，这规地拢肉尔，有饲无饲，你啊在甲吐着就知影啦。啊，来，我来讲，这拢吼，讲真嘞，这拢餐厅你用的物件，我来讲，你免去餐厅食啦。我遮足侪物件嘛，我餐厅你我也无好食。你看一八五的牛肉，你去台中食烧烤，这对一斤毋是一八五的。我的医保唔是共我的物件，系啊，迄种共公司搞过啦，哦，啊当然啦，人嘛无甲你算较贵啊，人嘛爱服务，人嘛爱煮，我无煮啦，我著青牛肉卖互你尔，哦，迄卖较贵，迄嘛无算贵啦，因为甲你服务啦。你要食这红斑鱼啊？我来讲啊，这种野生的鱼啊，你甲看，这退冰了，你甲看，你看这条鱼啊，这呾沙司面的，你看，我做会用哦，你看，啊，你有水无？来，我来讲，你要食餐厅你食的鱼啊，一句话我上完台来食，你唔免去餐厅食，来三百块了，来三百块上面食三百块，我再搁送你啊。这时候哦，卖搁炸汤个，再搁你，你等下下日早头，你来看规地拢废无？这种急速冷冻个，来三百，上面一个三百块啊，三百，人要一个话三百，来搁三百块啊。金龙三四五六七个人加三百，上面一个卖老啊。来三百。三百块啊！我卖物件毋是做一家个生意啦。你等下煎了、炊了、煮汤了，一地加了迄个肉啦，等你都卖啰嗦，你后礼拜看来再还我啦。我讲会到做会到啦，好不好？今仔日真正较无人啊，七个人家我上互恁食，卖甲我出价就好啦，两百块落来两百块啊，无你死嘛啦，无你死嘛，无啊无啊，我死个，无啊你死个，你三个，你死个啦，卖甲咪出价啊，真正啊，我无你卖，我无你卖两百块啊，你会当去问人家啊，你看影片，家己看影片，看敢是一逐工拢花三百块，哦，家己看影片，拢无好笑，无白差嘞，来，先底好不？来，那我底哦，本来本来就好，本来会有诶。本来啊，头前加钱的手艺个，含几份真个，你着知包油啊，无油啊。看我敢是你白菜啦，来啊，花椒鸡起来啦，尽量比较困难嘞，无想要简单啦。今仔日这个买手，我卖偌济算偌济啊，拢无要紧嘞啦。来啊，鱼里面啊，来啊，这个我先讲啦。你有四零外无啦？你这几包啦？来，我要十包啊！你甲我寄起来啦。恁爸来介绍歹食，恁爸好咧嚼啊。等一下，我去收。我唔敢讲我做厉害啊。啊，哥，我刚来讲啊，
我作用心去顾我的品质的啦，哦，我唔敢讲我作厉害，我作用心去顾我所有物件品质啦。你听我讲啊，恁全部注意听啦。这包叫苏炸杏鲍菇啦，这影片有看啦。我若好笑，人嘛甲我闹鬼啦。前几日一期节的妈妈来装包啦，这啦。后尾就三个要来搞买这啦，连一包拢买无啦，来装少，那有诶。我叫人收起，无共我来收起，我要十包、喔。然后老爸叫人搞点新的包装啦，来啊，苏炸杏鲍菇啦，这甲你预炸过，这两个煎甲钱安尼尔，足好食啊！这一包500克，这一包精油机啊无，哦，物件共款的啦。伊迄可能无这个透明的搞用迄落啊，伊可能这间公司本来包咧无好看有无？我咧进步，厂商嘛咧进步，过来就变安尼，物件是一模一样的物件，一模一样的东西，过来因就变安尼，来。这包若无食，我卖讲退钱啊！恁爸退钱，搁减互你减免钱的啦！来啊，来减免，我摕10袋来送啊！减免来做。来，我来讲，一人送一袋去啦，我准备要休困啦，无要卖啦。哦，这条买手搁放啊，三十块。我这个减免算免钱，请你吃的啦。注意听啊，一个人买一份就好啦。我做会到，会当俗个人，我尽量俗个人啦。哈、哦，听好，这点你也搞注意听。你若有咧啉茶米的人，皆你会知，啉着高山茶，迄脑会飞干呐。这汤头控12点钟，这背包内底拢鸡腿肉，这花雕鸡汤，哈、哦，花雕鸡汤，一鼎300杯，我一鼎阁送予你啦。哦，今仔时阵吼，较无人一点啊，无像昨暗咧好，昨暗咧唱歌会烧饭咧。来，我来讲啊，我再阁送你啦。一瓶5个人客啦，我介绍好啊，你感觉有价值，你买你感觉无价值，我收起来，拢莫勉强啊。我卖无一鼎花雕鸡鸡腿肉，你若食了，肯定嘛，你起来还我。几盘总去啦，一瓶5个落啦，感谢恁啦，200块落来，200块落来，开2包。是来啊，收钱花大声啊，200落来。最后搁一个200无啊啦，200块啦，没有落啦，是的，你搁收一个啦，我算好啦。我先来。一点钟送的啦，来啊，200。你敢嘛唔知要买啥？哎，500的物件，手一个。后壁物件拢啊贵啊。恁过来，搁要食啥物无？3000的。咱遐飞机员。飞机员无啊，咱食18种元无。食31元块啥？来，我遐鸡腿排。我遐鸡腿排剩只一碗，你鸡腿排3000剩只呀？我遐鸡腿排。帅哥，我甲你请教一下，你捌买过我的鸡腿无？啊？鸡腿排啊。有啊，无食无啦。师姐，伊讲一句就是上熟悉啦，啊，无伊来只买鸡腿排要怎啊？伊若唔知我，你卖只好食无？伊来只讲我买我鸡腿排要怎啊？大哥，你倒个安那煮的？真正的咧。真正的咧，啊，好食，口味袂歹啦。卖300几啊块啦，要食鸡腿的来200块就好了。对啊，就少啊。2只啊，3只哦，你啊，4只啊，1只骨拢无，1只骨来。我来讲，今仔我要休困啦，我加1只哦，你加2只，1只骨哩，来200了。啊，家你甲你个一个了，阿雄你个一个了，阿姐来念吗？你一个卖一个卖料，你个纯粹要存了。嘿，送给钱，迄个迄个蚵包送给，你个客户走，我才全部弄完伊啊。等下你要鱼啊，全部给。啊，基本上。哦，你个倒鱼鱼啊，我送鱼啊，我。大哥，你要拍摄，你阿个你无处理，慢些，这个底啊。你个底啊，先送我哩。你啊，头仔送讲要食啥物丸啊？你讲你要食啥物丸，火鸡丸。对啊。这个物件比火鸡丸好食，这蚵仔丸。嘿。
这都用煎的，这内底煎一粒咸肉，这外口只要十二粒，正好百五，百五加百五。三百。三，两百两个无？我。四个楼啊，三百五百块啦，我要休困啦，两百楼。帅哥，你也甲我买两百，我加一个送你啦。卖阁讲啊，两百块上面食芋头丸啦。有人要吃无？两百楼。超级。等下。这两啊，我老魏吃头过大声加伊，可能油钱就袂好啊。这两啊，要食偌济油啊咧？够你啦，两百块了，太了，来啦，最后一个啦，方便啊，他钱，这边啦，那边啦，我想这样没到顶啊，对，快。